我是一名 Uber 司机，偶尔兼差机场接送。我自认自己不聪明，但我认份、勤奋。女人缘中等，我就是一个中庸的存在。我所交过的女友，我自认为都算普普，跟我一样朴素朴素的。我常常参加朋友们办的聚会，认识新朋友。面对面时，大家都相谈甚欢。回家后和女生私聊，女生回讯息的频率，我一看就知道对方对我有没有兴趣。那天在朋友约的羽毛球局中，阿君，你比较强，你跟心如一对 carry 他，我跟婷婷。哦，心如，我们要加油哦。加油。嘿。哼，哇，你好厉害，你打多久了？大概5年吧，哈哈。回家后，我私讯了心如，开始私聊。你刚问我的球拍牌子，现在有特价哦。哇，谢谢你，今天好累啊。哦。以往的女生都没有很主动回我的感觉，但心如回得很快，内容也很充实，这是有兴趣的举动。莫非我很有机会？没错，我虽然不帅，但我还是有点女人缘的。有些女生会特别中我这种类型，我有机会，我不能妄自菲薄。哦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你认为我怎么样呢 ，Mary？ 你哦，五官是好看的，但就带不出去啊，颓废颓废的，也没啥买衣服的品味，发型也窄窄的。真假？好吧。干嘛突然问外表？该不会想追哪个女生吧？哼，你别管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我靠，你的渣男！今天顺路了，就载心如回家。大家再见。哦，心如身边都是帅哥，我都忘了，她有在兼职当 model， 身边当然都是些条件顶天的怪物，我又有啥资格与人竞争？你错了，阿君。从心如回你的态度来看，他是对你不反感，他对你是有些许好感。既然你都拿到门票了，何不尽人事，勇敢挑战看看呢？说的有理，我要改变、进化，让自己配得上心如。开始吧，改造计划。阿君，要不要去吃麻辣锅？我不想去。我一定会在这50堂课里把我会的都教给你。拜托你了，发型师。我烫发完成了，满意吗？满意。所有穿搭 IG 都追踪了，我要融会贯通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，也要保持与心如的联络。我们是因为频率合而聊起来，这是我的优势。心如爱摄影，未来研究，她爱看美剧，未来看才有话题。嗨，心如，电影快开始了，走吧。你怎么变那么多，焕然一新哎！呵呵，有吗？我是没啥感觉。你这样以后，我不敢跟我男友说跟你出来了啦。你变得很有威胁性哎，哈哈。我把时间、金钱、心力都投资下去了，最后却是这种结果。为什么现在的我不输给其他男生啊？他今天来就是来暗示我别追了。没有为什么。哦，你是？我是心如的男友，我们是上上周在一起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投资没有绝对。尽管已经做足所有事，人可能因为各种机缘及运气导致失败。就像我，假设我晚一周告白，说不定心如就是你的了。这我当然懂，少讲大道理，投资哪有一定有回报的？你告诉我啊，白痴！还真的有这种投资呢。来玩手游《天地劫》，努力练功后的等级不会背叛，超大的角色也不会背叛，游戏剧情也不会背叛。你不想赌，就来玩《天地劫》。原来真的有这种好投资吗？加油，我有心如，你有天地劫，双方都有自己的归属，开心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你说的是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玩的，《天地劫》。各路英雄全员集结，超绝大招爽快打击。超进化 HD 真实光影渲染，大魄力沉浸式战斗体验，天地劫火热上市。